在维也纳可以搭乘轻轨到你想抵达的地方。轻轨的营运公司为 Wiener Linie。Wiener Linie 营运的项目还包含公车和地铁。此外，拍摄的当天天气相当晴朗，温度为15度左右。由于有太阳的关系，体感温度为20度。我们重新复习一下今天的单字：轻轨、公车、地铁、营运公司、搭乘。此外，体感温度。